快速翻炒面条，带有些许铁板焦香，在淋上满满酱料。满到煎起来的铁板面旁边还加颗蛋及三色蔬菜佐料，在十二年前每天一份50元的铁板面，却养活一对姐弟长达6年。以前我们是去其他店家的话，几乎都是被使眼色啊，就是会被说哦我妈收了，然后可是老板娘反而还给我们更多，是他面料好像有增加。一对红姓姐弟12年前家中穷困，爸爸因病过世，身兼父职的妈妈打2份工养家，长期不在家，每天给姐弟100元吃三餐。当时就读幼儿园大班的弟弟哪吃得饱？他会打开妈妈的那个化妆台的抽屉，在里面找1块钱，看看有没有可以凑够15块。去楼下便利商店买泡面。直到姐弟到了这间牛排店，老板娘非常大方，送餐包及冰棒，浓汤喝到饱。就是这样，日子持续了6年。如今姐姐22岁，回忆往事，对女老板充满感谢。如果她有空就回来看看我，我就很高兴了。对啊，因为有时候看，之前都很小，现在都已经长大了，变帅哥美女，我就觉得哦。现在也有工作能养活自己的姐姐，在脸书表示想回馈20份牛排套餐2600元。不过牛排店女老板欣慰婉拒，笑笑表示助人不求回报。三立新闻吴坤宇南投报道。